可以。
是不是这个屏幕的像素很差？就放到电脑上就清楚，电脑上比较大。就连续给它烧完吧，这个预烧还挺啊，你要连续烧也行，但是你做好多。后来就换了，看了一天，算了吧，我们买设备，这个东西啊，不用了，够吧？